讲很久，昨天早上我叫所有部位四个部位都去跟副总召协商，那得出四个决议，像这个决议改浓缩为两个决议，那我们都没问题签了。那这样签了以后代表什么？那0403以及发动快特别条例就撤案。立法院第一会期加班最后一天，争议不休的花东快速公路建设特别条例草案提案的国民党团决定撤案，并改由主决议建请交通部紧速完成相关程序。花莲加油，加油，台东加油。国民党团让步，主决议请交通部紧速在八月完成可行性评估，并积极办理环评、部落諮商等程序，前后工期以12年为限。主决议获得三党共识，国民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要持续推动国道6号东延以及宽道高铁。花东，这个国道六号从台中到花莲，1小时的路程能够打通。以及环岛高铁，让全国国人成为2小时共同生活圈，这两个案子未来都会成为一个 BOT 的案子，也就是说，政府零出资。傅昆萁强调，两项提案并非前坑法案，并且会与国人持续对话说明。而针对花东快速道路，交通部则回应，预计8月完成可行性评估期末报告，并提到沿线11个部落也要完备諮商同意程序。地方制度法第33条条文修正通过。而在第一会期最后一天，地方制度法第33条也修法完全，保障非原乡地区的族人参政权益。内政部预估下届地方选举，彰化县、云林县、基隆市及新竹市将可增加1位山地原住民议员。原视新闻网罗立法院采访报道。